因为像我们开店也有个初衷，就是我们想给那些想要养柯基但不能养柯基的人，可以有这么来一个可以跟更多跟柯基接触的地方嘛。那也是，我想相信也很多爱宠的人士也会想要去做这样一件事情，嗯。喜欢小动物，所以就喜欢来这种类型的咖啡厅啊、嗯。一是觉得跟他们玩很开心，因为自己本身并没有在养；二是觉得很减压，就可以摸摸他们，就很舒服。